南边来了个喇嘛，手里提了个塔嘛，打北边来了个哑巴，腰里别了个喇叭，打南边来了个喇叭，打南边来了个喇快点，我饿了。哦，好好，来了来了，来了来了。这是我新做的，它叫做加油加油你最棒。可可粉放多了，可可粉烤的时间太久干，奶油打发了，不绵密，整体错。这名字打鸡血了，你身上先送晚饭了。这鸡血可是你跟乐蒂硬给我打的。别误会，我只打你。我现在可是满满的正能量，放心吧，校庆表演我会努力，重在参与。重在参与，体重的重。知道多少卡路里吗？你的温馨提示姐已经收到啦，谢谢比心。燃烧吧，卡路里！我不行了。你不是120分钟，一分钟都不能少吗？有一半了。如果只是不讲明的约定，又有什么焦虑？我们的前景是永远，或是。还不是你太胖，该减肥了。非常是这故事最美途径，自从我们的微笑添了总是不腻，我找到了青梅竹马最大的原因。曾经会害怕一起是否太多的犹豫，要直面真情。自从我们的相伴添了爱的意义，青梅竹马最美的原因，幸福就像同款戏，两颗耐看的真心，永恒的真谛。哦、oh, oh, ，永恒的真谛。东边来了个喇嘛，腰里别了个青蛙。东边来了个喇嘛，腰里别了个青蛙。东边来了个喇嘛，腰里别了个青蛙。东边仿佛永远分离，却又终身相依，这才是伟大的爱情。坚贞就在这里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，也爱你坚持的位置，足下的土地。不错啊，最近从大自然派变成野兽派了，有进步，情绪平稳，音色也有所改善，大家为他鼓掌。哎，苏念峰，你器械怎么练的？我最近经常跑步，对我俩很有帮助的。哦，黑化